走进人家家里，小姐，走错了门儿。不，对不起，外边有人要抓我，请你让我躲一下。我想求求你。谁抓你？警察抓你？十几个流氓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。能在这家吗？哎，喂，开门啊！求求你。 你到底肯不肯帮我的忙？可以，请你先帮个忙，把我裤子给我。开门！开门！对不起。啊！哎，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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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我。来来来，开门！哎哎哎哎哎，干什么？有没有个女人跑进来？哎，别开玩笑，哪来的女人？半夜有女人跑到家里来？哎，我太太会吃醋的。哎，你吃你。 别伤了和气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没有，转头就走，绝不打扰。改天兄弟请客赔罪，这还向你人话，请。嗯。哎。啊。 这个房间里面可以看看吗？嗯，可以，轻点，别吵醒我太太。
你想吃我太太豆腐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Darling， 是谁呀 ，Darling？ 没有谁，睡吧。没事了吧？请你们出去，把门带上。啊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了，太太。 这么晚了，你也没地方去，将就一下，怎么样？嗯？哎，怎么样？ 总不好意思，就这么走吧。哎，哎，就这样走了，我会想你一辈子的。嫁过人，没结婚，我是个单身汉。 是他相好的。 刚才那个女的去哪儿了？不是呀，还有，说。
去皇后夜总会。谁送的？是前台有位先生叫我送来的。是放在这儿啊，还是放在台上啊？到底是谁送的？小姐，是你。先生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篮。不客气。你是来捧歌星的？我是专程来看你的。到前台去看看我会不会唱歌。等你唱的时候我再去。昨儿晚上很高兴，很痛快地打了一架。不过后来你他没把你给打扁了？不会的，我对打架很有一套。今天晚上是不是你还会跑到我家里去？我会开着门等着你。我还会给你一盏。谢谢。是吗？我今天来主要的是要告诉你，我昨天晚上一直瞪着眼到天亮。哦。我到过很多地方，也见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女人，可是总比不上昨天晚上以我的相遇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海员。那为什么没上船呢？上床。哦，上船。因为我平时太喜欢打架了，所以我爸爸罚我不准出海。哦，天生喜欢打架吗？不过我从来不打女人。
你到前边去吧，底下轮到我唱了。不要唱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真他妈的，一个一个都是饭桶，十几个打一个，结果被揍成这样，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妈的，你们还想不想混了？你们想不想混了？打架的那个是不是你相好的？不认识。嘴倒挺硬的，先给我打了嘴吧。不准碰我，谁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。嗯，大哥，你看他多凶。嗯，好。越是凶的女人越有味道，就是打破了头也是值得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好极了，待一会儿我就会让你知道了。老七是我的亲兄弟，他要跟你玩玩是看得起你，你竟敢用酒瓶子把他头打破。他为什么用酒灌醉我？灌醉你是抬高你的身价，你他妈的不识抬举。呸，那小子听说来了，把他去给我找来。是，所有的账一笔勾销，否则的话不用找了，我早在门口了。嗯，不关你的事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他明明是在找我，不关你的事，快走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嗯，好，是一条好汉子，请坐。请坐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是此地的董事长。我是来此地花钱的大爷。你坐的不是地方。坐哪儿？坐那儿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小兄弟，你真有两下子。哎，你现在预备把他们几个怎么样呢？不怎么样。嗯，大爷花了钱就是想听他唱歌。好。哼，有账待会儿再算，现在我请你到前台去听唱歌。
小兰弟。是。我敬你。你我的感动心，也许是一见人，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忘不了初恋情人。我很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我不想高攀。哦，这多年我没有遇到过对手。你今天遇到了。我今天一定让你很满意的离开此地。谢谢你。
戏在后头呢。来，不想告盼。
吃不喝的，爹妈知道了也会难过的。爹妈不会知道了，饿不死的，就是饿死，也是应该的。舅妈派人来说，再过几天就满七七了，要请些道士来念经。不要了。
还有那些远道的亲戚，出殡的时候没通知他们，要不要也告诉他们一声？谁都不要告诉。坏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爹妈是被我一个人活活气死的，有我就够了。你回去吧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你也少出门，明天也不用送饭了。哥哥，你就是这样存心折磨你自己。哥哥，回去。哥哥，回去，你早点回去。姑娘，你哥哥呢？老大，你再仔细瞧瞧，哎，人家姑娘不小了，还叫你们是来找我哥哥的？嗯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山上。啊，在山上干什么？爹死了一个多月，哥哥一直没回家，在守孝。哦，原来他还是个孝子。住口！老二，啊，你跟老五去一趟，把他哥哥找回来，别叫人家说我们欺负他妹妹。是。大哥，您的家伙我带着。去两个人还带家伙？哎，听说那小子很扎手啊！别他妈的丢人了，你只要告诉他，他妹妹在我们这里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叫孙松吗？我不认识二位啊。你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可认识你啊。听说你手底下有两下子，我们想来领教领教。家父去世，我正在守孝，二位何苦跟我过不去？请高抬贵手，让我安心守灵吧。嗯，二哥，嗯，想不到这小子还是个孝子。孝子，哼，我看他妈的倒像是个脓包。哎，孙总，你别装孙子了，老实告诉你，听说你们家里边很有点存货，我们是路过此地，想跟你借点盘费。对不起，你们找错了人。嗯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家里边什么也没有。没有？
你还有个妹妹呢。哎，对，把你妹妹带走。你说什么？把你妹妹带走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关外来的。啊，那是远道的朋友，特来拜访。不敢当，请问有何见教？哦，没什么，想请你帮个忙。哥哥，哥哥，要是碰他一下，别想活着出去。够朋友吧？你要是上路的话，就坐下来谈谈。老大，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。你可别给他唬住了，要是给他唬住了，咱们哥几个还有什么好混的？我要留个活口。你听清楚了，咱们哥几个都是打关外来的，一路上做了几票买卖都不大顺手，没脸回去。听说你府上在这儿周围几百里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，你要怎么样？没别的，哥几个想借几个用用，怎么样？各位来迟了一步，那是先父在世的时候。哎，那老头子去世了更方便。我不瞒各位，兄弟自小便是个浪荡子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所有的财产都被我花得一干二净，父母都被我活活气死。我现在满身是罪，万念俱灰。如果各位不信，尽管搜好了。大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找他妹妹去。站住，站住，别把我逼急了。哎呦！
还有三颗子弹，你敢再动，我都杀了你。哥哥，哥哥，回房里去，慢着。我没有让他走，他不许走。不要逼我，逼急了我，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。这个也不一定管用，千万不要再碰我妹妹。家父在世对我唯一的交代，谁敢碰我妹妹一下，别想活着出去。哼，这小子好大的口气。住手。哼，钱没到手，留个活的。他妈的，你想跟我逞能？呸！哥哥。我没打算和你们动手。你不敢，你知道一动手先遭殃的是你妹妹。乖乖的把钱交出来，不然的话你妹妹。好吧，让我跟我妹妹回房去商量一下。嗯，怎么样？这还像个人话？嗯。孙大叔家里躲着。哥哥，你呢？不要管我了，你走了就行了。快。哦。要不要通知村子里的人？不用了，不要连累了别人。快点，商量好了没有？急什么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快走吧。哥哥，你要当心呢。不要管我，快走。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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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啊？快进来呀！老大，小妞跑对面去了。继续看着那个小子。好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喂喂喂，哎，小妞啊，不在里边。啊，开门点，不开就打进来了。哼，好小子，跟老子们耍花样。哼，他妈！说，潜藏在哪儿？好，我告诉你们。嘿，冲！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来。我来。我看你最聪明，我告诉你一个人，然后你再告诉他们。嗯。哎，这个五哥，我不会一个人独吞的。我知道了，再告诉你们。
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上哪儿去？你们叫人。强盗，强盗，你们都是强盗。喂，就在这下边。哎，先父埋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埋了多少金子啊？100条。100条？嗯。100条？100条。啊啊！哎，你不要骗老子，要是骗了我们，我们就把你活埋了。我告诉你，什么？在下边，在厨房里。真的？我看你老实，我再告诉你。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说钱藏在哪儿，就扒光你的衣服。说，你们去问我哥哥。你哥哥知道，你也知道。不不，他不说，就扒了衣服。不要。那你快说。爹，你饶了我吧。哼，你叫爹叫娘全都没有用。说。下面有个铁箱子，金条。哎，哦，嘿，嗯，来，你要是骗我，老子就先宰了你。一定是我的对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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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真该死！您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有孝顺您。死了，还叫人来刨您的坟。您要这儿子有什么用？爹，您在天之灵该知道，我想学好，我把钱都葬在您的棺木中，就是不想再糟蹋您的钱。可是谁又想到？ 没想到你妹妹不懂。没想到你妹妹不懂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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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您是怎么了？喝醉了？喝醉了，我还没喝呢。啊，那您为什么砸我们招牌？大爷花钱喝酒，谁叫你拿壶白水给我啊？白水？这真是，我们会卖白水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明明是酒，他偏说是白水，有意找茬吗？这位客官，您你是老板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少废话。这是什么菜？您要什么菜，给您什么菜。你要是吃不起，就算了。哼，如果你是存心来找茬儿，那你可找错地方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三洋楼是谁开的？店主老板出来，叫我们老板，你还不配？存心来找茬，嫌我们这菜不好，酒不好，砸了招牌，还揍我们。站远点。这位大爷眼生得很，您不是此地的。酒不好，菜不对，叫他们重做，得罪了您是不对的。您楼上请，伙计们请大爷楼上坐。酒钱。来。大爷，您住在什么地方？一会儿我们老板好登门道歉呢。五福客栈。五福客栈？哎，是的。奇怪，你没看错吧？三爷，我这只眼不方便，还有这只眼睛呢，怎么会看错呢？虽然有几年没见他了，可是这就奇怪了。当年他进牢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好的，马岩，是，你替我跑一趟。是。当年他跟我有一笔账没了，这件事大概你也知道一点吧。这个我不大清楚。三爷，我看您还是亲自走一趟吧。当年大爷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哥几个做了一笔大买卖，当时官方查得很紧。三爷，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当时这笔款子大爷藏起来了，谁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。大爷用牛皮纸画了一张图，分成了三份，我们每人保留一份，说好了一定要三个人把图对好，
才能拿到这笔款子。大爷死的时候那张图交给了小红，那小红又交给了您。嗯，从牢里放出来了，今天到三阳楼来找我。是五爷，没错。我想他来的目的不光是找我，主要的是找你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？哼，那只有你们两个心里明白。马岩，你见了他对他说，都是自己兄弟，要多少钱我给，叫他把图留下，小红他休想。否则的话，是三爷，我今天晚上就去。五爷，谁？是我，马衍。进来。五爷，你一个人来？是三爷叫我来的。他为什么不来？叫我先带个口信儿。坐。是。大叔。啊，今天白天在三阳楼，请多包涵。哪儿的话，五爷，我一看见你吓了我一跳啊。你以为看见鬼了？都这么说，说你早死在牢里了。我知道都是李三说的，他巴不得我早死，才买通牢里的人整天折磨我。我浑身上下全是伤疤，可是这条命总算是捡回来了。大叔，啊，告诉我，大爷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。就在您被捕的那天晚上，侦缉队来抓他，大爷拒捕，当场就被打死了。奇怪，侦缉队怎么会找到他？一定是有人出卖了他。为什么大爷跟我都出了事，李三却能够逍遥法外？您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我一定要为大爷报仇啊！五爷，您别逼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来。来做什么？来做李三的走狗。他拿钱把你的心都买下来。没有。你想想看，你伺候大爷那么多年，大爷待你并不薄。五爷，您，哎呀，您叫我怎么说呢？拿出你的良心来说实话。好，我说，五爷。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劝您赶快离开此地啊！不管当初是不是他做的，您惹不起他。哎，他现在是独霸一方，酒楼、钱庄，
还有大烟馆、妓院，手底下还养了几十个打手，不管明的、暗的、文的、武的，您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，哎，哎，五爷，您身上还保留着那张图吗？烧了它吧，远走高飞，把那档子事忘了吧。你说的倒容易，坐了几年牢的不是你。我再问你，小红在什么地方？说，大爷死了以后，小红在什么地方？在哪儿？大爷一死，小红就变成了三爷的。心上人，哼，怎么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？三爷，我想着他干什么呀？三爷，亲儿子，我他妈就是捡来的，你心里也只有老虎，我明白。哼，嗯，凉的。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？啊，不不，是热的，是热的。哦，是热的。啊。先喝一口尝尝。我就这么喝。不
但我不知道。陪我睡觉的人，心里还想着别人。听说他回来了，就想用毒药害死我。呸！李三，我恨你，我恨你这些年，我时时刻刻都想杀你。哦，总算我命大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告密害死了我父亲，又霸占了我。我忍气吞声，一直等到今天，老五他回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老五他会替我父亲报仇。可惜他报不了仇，我随时可以要他的命。那你杀了我好了。李三，我做鬼也饶不了你。好，我要你们两个同时一块死。来，替我写封信。哎，这小子又来了，打烊了，没得吃了。哎，跟你说打烊了，没得吃了。说，李三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说，在宝山下，85号。
就在你背后。你看不见我，我看你很清楚。只要你再上一步，就当场没命。李三，有种的出来！叫三哥。老五，咱们是磕过头的，你也配？李三，李三，有种的出来，别躲在后边装狗叫。小红，今晚你可以好好看热闹，你的心上人来了。老实一点，不然别怪我先宰了你。老五，我在这儿呢。请坐。老五，在牢里这几年过得很好吧？整天想你，怎么不好？咱们长话短说。东西带来没有？什么东西？那张图。咱们哥仨个人一份，那一份是我的。带来了。好，咱们哥俩打个商量，图你留下，小红你带走，我再送你一笔路费，包管你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。怎么样？你知道三哥讲话说一不二，一定算话。可以。真爽快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没变。不过我要听你亲口说句话。什么？大爷是你害的，一定是你害我做的牢。如果你承认了，就拿起来。好，旧账不算，是我做的。好，就要你这句话。你拿起来。功夫我已经练了三年了，没想到吧？拿去！想不到老五真有两下子。真的，在这儿。
上拿这张图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好。嗨！嗨！对，老大！嘿，嘿嘿嘿嘿！啊，你又打人！嗨！哎呦！哎呦！我哥，我哥，我哥。